何时开始一个新的爱好、一项新的运动都不算晚。CG 35岁开始学习游泳，直到40岁才开始学习冲浪。这些都是人生的深度体验，在我们有限的人生中，尽量欣赏沿途的风景，感受生命中的体验。人生的结果我们都是一样的，不是吗？现在就开始深度体验人生，好好欣赏沿途的风景，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。CG 细游人间，不留遗憾，不等来世。